为大爱，就是一切生命不可为来用。老前年三十六年出来台湾开放，吼、哦，在台湾开放迄个时阵呢，大陆就开始内乱啊。三十七年，伊无顾着生命危险，吼、哦，个个去大陆，甲师傅去接金线、接佛堂，吼、哦，修梵道、开放，一直到大陆，吼、哦，受着好多的时阵，三十九年初。伊才转到香港，转到香港，不然出来破产病啊！哦，听讲个病家咧开包骨啦，哦，啊，伊生命在因咧一切个当中咧，伊也是念念不忘咱台湾的父亲啊，伊嘛是无放弃着这个道路。哦，所以恳求老母慈悲，哦，就安尼，伊才来医治出现，这个病情渐渐恢复。一直到民国四十二年八月，哦，伊老前人才阁转来台湾，继续修梵道。老前人这种心修善道的精神，非大勇者是做袂到的。第五个牺牲，第五个第五大牺牲啦吼，牺牲功德不给比大地。老前人自得到名利以后，下心办道，一心宣扬真理，开拓道路，深教忠于言教，言教。在四十六年来修办道岁月当中呢，道路传遍了海内外。在老前人手下有三十一位前人。领导每一个前人，拢奉着老前人的使命，开拓道路。老前人的把所有的功果，拢总回向予咱上天老母娘。老前人一生为道牺牲奉献，把伊的生命化作无限的恩生。使老前人，伊归空了后，伊名老。留伫白龙书册内底，吼、哦，伊也修成迄个观德帝君。前人、副前人、甲几个点传师，以及几个大德者，劳心劳力为道好牺牲奉献，这拢总是伫无限的延伸伊生命来看顾，吼、哦，在世行菩萨的出世。就是菩萨，今仔日咱大家会当做伙在佛堂探讨道理，共修共勉，这也是咱每世所积来根基甲所得。咱更加爱感恩恩师德，好好珍惜这份道业。
得到受到主动感受到强光的温暖，甘露的滋润，予咱心中的稻苗会当生长开花结果，做一个稻的代言人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因为天不言，地不语，唯有咱人会当代天宣化，替天行道。咱来扮演推动稻谷的角色，来先人先己，这就是先道的不离法门，这也是上终的目标。咱来如何做起的？咱来落实去复原普法，学咱前贤者的优点，来过咱自己的缺点，吼、哦。咱来学这个缘，不管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又果是在倒位，所以咱这个地方啊，叫做迈向快乐的音乐家园。哦，有这个地方，咱就咱个头拄啊过过第三点，大家明清出来。哦，就是讲一管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管辖。那么为什么一管地主将来归这个你的管辖呢？当然要有因缘。在伊个主要理由，那么头拄来讲，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来时阵，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，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，但是有当就是根据出来无，有当有真明确，初佛教二佛啊，二佛要教三佛，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，拢是家己安尼。家己自称讲，家己是啥物做，啥物做安尼，家己是啥物个，所以今仔日个，咱一贯真理很多啊，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，因为这伫个佛经记载2500年前，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个交接，伊个所在就用得着，伊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，就已经该受付2500年个代志啊，哦，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，哦，所以今仔日。这个迈向快乐的家园啊，要向咱各位来报告。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，你的英文。啊，天命的传承，你的英文。那么，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，虽然无了解的人，听讲咱一贯做祖师是你的魂，那么呢，伊就开始来提了你的下生经一句话来。啊，伊讲现在。
哦，好，嗯嗯。好好好好